江西啊，三级专班发的通报，今天发的通报啊，是网友的这个有些疑惑，想急于知道的问题啊，有一些得到了解释和得到了解答。但是呢，这个说是这个现在呢，有一些情况有变化，有反转。这个我又反复的看了几次通报，有几个问题啊，我觉得应该彻底搞明白。啊，第一个，这个找到胡鑫宇尸体的地点啊，这个三级专班的通报是讲这个在金鸡山的树林中啊，而那个今天又传来呢，说是胡鑫宇他妈妈说的，是在学校后面的，也是金鸡山学校后面的一个废旧仓库里，说的呀也比较笼统。那么你在仓库里是什么状态？你是在仓库里有树啊，还是仓库里是那个有那个有房梁啊，还是有什么？这个没说清。那么我想仓库里就不能长出这个树，还是在树上？那应该准确的说，在仓库边上，仓库旁边的树上，是不是发现了胡鑫宇的这个尸体？那么是这个专班说的和胡鑫宇他妈说的，这地址不一样，碰不上，肯定是有一个准的，有一个跑偏了，怎么解释？看最后的通报，这第一点，这应该搞清楚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很关键的就是说，在这个发现胡鑫宇最原始、最基本的是吧？最客观的。这个现状状态呢，警察用这个词用的特别有水平，要意调。意调，我反复的查了字典，还看了这个，还查了这个百度啊。这个意和调都是说明用绳的勒致死的，但是这里警察这个专门没用说是致意而死，没用致意，致意就是说自己勒的。而是呢，这个意吊，意吊它是个重复词，就吊死了，吊在树上。这个意吊啊，就是重复的强调这个是勒死的。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一些重复词，你干什么了？我就跑跑啊，我练一练，就实际就是一个意思，就我练一练，我跑，我出去跑一圈，就这个意思。但他为了加重语气，这个所以说这个。警察说这个意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、最原始的，像是吊死。这里就可能出现这么个问题：他是自缢而死，就自己吊的，还是别人逼着他、威胁他？这个吊在树上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这个地方是第二现场，死了以后，这个犯罪这个分子将他这个吊在树上，制造这么个。假象，这可能就是最后人啊都能揭开，因为他有录音笔，录音笔能反映一些胡鑫宇最后的心理状况、情绪各个方面的信息。这是死因，这个专门用的特别好。意调，意调呢，它和那个自己上吊自这个致死这个致意身亡，它还是有区别的。第三个就是这个地方是第一现场，还是说这个犯罪分子把胡鑫宇弄死以后，完了挪到这是第二现场。这个如果这个当场的证据啊，要收集的比较稍微细致，能看出来。因为这个这块是不是第一现场，根据这个以后的尸检，或者是发现胡鑫宇的一些症状，就可以断定。你比如说。如果有人把胡鑫宇这个挪到这个吊在树上，制造了一个假现场假象，那么这里肯定得留痕迹啊！你这个边上的树木踩踏是吧？你对这个东西拖拉拽落，它肯定有一些这个证据能留下来。如果是那样事儿的话，犯罪分子一个人完成不了，最少得两三个人是吧？两三个人在这个地方。他一点痕迹留不下来嘛？如果他从这个别个地方弄来的，有没有车呀？不可能这几个人抬下他，
所以说这些都有待于证，靠证据来确认，没有证据这都是这个分析想象。这第三个，第四个就是网上这一段有个跳梁小丑万里龙，咱们大伙都知道，在网上就公开造谣，就他说叫板胡鑫宇的家人，他知道胡鑫宇，他能找到，还能找到活的，他还知道。最后他变口了，说这个胡鑫宇这个事儿啊，是个犯罪集团，他知道，知根知底儿，他能提供出线索来。网上有这么个跳梁小丑，现在经过这个事实啊，找到胡鑫宇以后啊，这就证明外龙以前说的全是假话。在那个弥天大谎胡编，开始就讲他能找到，现在这个人你看一看这个到底怎么个情况，我就搞不懂啊，网上为什么对这些公开造谣的分子开绿灯，这样不限制不封他的平台号，我搞不懂。这个当地的这个专办和公安机关找没找到万里龙，万里龙的所就所谓按照治安处罚法已经涉嫌这个犯法了，够了，就是按治安处罚法这个够处理的，散布一些虚假信息啊，这个谣言呢、啊，这个足够是吧？为什么不处理？这个事情我也搞不懂。这是这个第五个，就是胡鑫宇这个尸体被发现以后啊，下一步再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勘查鉴定。还需要化验的，需要这个解剖的，请了这个法医的专家，这个由检察院全程这个监督，还有一些刑侦的这个专家和高手，大伙一起完成这个司法程序和这个过程。这关键是这个胡鑫宇的家人也是和律师参与进来了，那么一切的证据事实最后人肯定能真相大白。好在他有个录音笔，录音笔里肯定有信息啊，有很多可能是胡鑫宇想留下的话啊，他心里有什么这个想法，这个通过录音笔啊，这个录音笔很是这个关键的证据。所以说我刚才讲了，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我看就是个第一现场，如果是别人给他害的，他何苦这个挪到这么个地方让人家发现，录音笔又在边上，你说这可不可能？这个犯罪分子智商也不能低到这个程度。这个所以说呀，这不基本上就是第一现场，胡鑫宇也是这个意调而死。这里最后的关键就通过录音笔来确认一下，是他自己这个上吊的，还是有别人胁迫他、威胁他、逼迫他。如果没有那种情况，又找不到第一现场，找不到第一现场就是没有这个犯罪事实发生，所以最后胡鑫宇的死因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啊。这个在这个加上一些技术的这个鉴定，这个你比如说那个解剖尸体，对一些这个伤害程度和死亡原因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，这个事儿肯定能水落石出，事实基本能清楚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耐心的等待，是吧？愿这个胡鑫宇同学的家人呢多保重，节哀，得正。